立信，你今天穿了吗？那当然，来海边一定要穿的吧。我跳超久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不会游泳没关系，至少装不能输。哇塞！我今天也太美了吧！我们帮你拍照好不好？第一个 pose， 来第二个，漂亮漂亮，来第三个，第三个，哎，没有带，那当然啦、啊，来海边戴墨镜当然不是为了遮阳啊，而是为了看妹子。哎，你眼睛很帅。那当然，这可是 DD52最新联名款眼镜。想跟我一样拥有帅的墨镜吗？赶快下方链接订购订起来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三点钟方向有个妹。靠腰的张敏啊，骗到你了吧？看妹啊？怎么会看妹呢？对啊，怎么会看妹呢？我眼里只有你呢。我想好，你还装啊？立新啊，你今天。怪可爱的哎！啊呜，好美，好亮哦！果然是我的 shining。啊呜，还好还带着，有那边闪。还我啦！哎，我想跟玉婷告白。你没有什么方法，就是比较感人一点的。感人一点哦！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一定中。什么方法？你先啊，在沙滩上画个爱心，然后我们让女生把玉婷带过来，我们在爱心里面来个深情大告白。好感人，但是成功的几率99.9%。好好，哎，那我们就这样。对，加油啊！等什么？来啊，去啊！快点，人来了！玉婷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希望你可以接受我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爽快！得来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王立新，请帮我们的影片按赞、分享、加留言 ，YT、Facebook 还有 IG 都帮我们追踪追起来哦。